细节拉满啊，家人们。有网友发现列罪途径里神异化的真是金世佳小时候，还爆出金世佳小时候照片来呼呼一个小可爱。金世佳这两年好剧不断，从出演爱情公寓中单纯善良智商超高的网站程序员陆展博被大众熟知。据说金世佳还特别热爱游泳，曾经还是一名游泳运动员，曾获得过全国青年游泳锦标赛100米自由泳银牌。咱就是说，怪不得列罪图鉴跳水那段这小动作如此标准优美哈。此前金世佳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黑粉说是扶不起的阿斗，拍过这么多男主还是默默无闻，他便开玩笑回怼道，说的挺有道理的，还是没红起来，所以我要努力拍烂片赚人气赚热度，凑 CP 争热搜，把自己前两年嗤之以鼻的事干个遍。也就是因为这段采访引来黑粉攻击，但近几年从金世佳参演的剧来看，每一部都很精彩，角色也很用心的去塑造。哪有像采访中说的那样，金世佳用实力打脸黑粉，这样的金世佳你们爱了吗？